来一间老牌的食品公司，因为重视食品安全，产品才受到消费者的肯定。为着要将这金留伫咧台湾，即次投资十多亿的经费，将伫岛内的石榴坊工业区新建一座占地5400多平。全自动化的厂房，以着生产豆奶、牛奶甲茶饮料为主。今仔日嘛盛大举办动土典礼，县长李正勇、立委刘建国、甲市长谢秀佳等人拢出席参加，场面是相当的热闹。过来，这间老牌食品公司斗六厂房动土典礼，由公司董事长高志祥带领参加的来宾来祭拜天地，祈求工程顺利，刷落来进行动土典礼。金刚动土第一声，大家接得住，动土平安，开工顺利。第二声，手稳强梁，步步高升。第三声，事业因果，万事吉祥。因为在一个地方设厂，我们希望这个设厂是对在地非常有意义，那对公司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啊，这个主力大概是5300平左右，那我们第一期的工程建平大概是8100平左右。婚姻馆的土地块交通便利，馆长李正勇期待优良的食品企业的进驻，带动地方发展和就业的机会。我特别表示12万分的欢迎之意。好，那益美食品在云林县来设厂有3点的意义。第一点的意义呢，就是讲会当提升咱婚姻馆企业的品质。第二点的意义呢，会当活络我们地方的产业哦。第三点，当然对咱地方的就业也会有真直接的帮助。这间老牌食品公司因为重视食品安全和环保的观念，真受到国家的肯定。未来废水的处理一定依国际标准严格要求。我们希望对本地的环保，然后对废水处理，我们要达到国际的标准。所以将来我们废水处理完的这个污泥，已经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可以做有机的堆肥。这栋厂房将兴建地下一层、地上四层的建筑物，预定在2018年3月完成，并且在第二季来投入生产。到时会当提供200个就业机会，除了全自动的生产线以外，未来嘛将申请观光工厂，带动旅游观光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